有个大妹问你说，阿北，你是来帮韩国瑜代班的哦？我其实我没有听到，你知道？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嘛，这还好啊。这个我也不晓得这句话什么意思。我有时候有听到一个笑话，你知道？那个我以前常说什么政治不难的哦，找回良心而已。他说高雄的市政也不难的，找回市长而已。我笑到这吧。上周末跑到高雄辅选民众党民代候选人柯文哲，趁机孙韩国瑜离开高雄拼大选。而对于2020选举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会，柯文哲这么看：那个吧，草包赛包之战嘛，后来变韩总机对读稿机嘛，哈，而且嘛，大概最终场的到底是讨厌民进党还是讨厌国民党，会决定选举的胜负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们不需要发现问题的人啊，然后不需要解释问题的人，当然更不需要制造问题的人，我们是需要解决问题的人。立场表态被视为影响选情的关键，那柯文哲支持谁呢？王宏辉说，蔡韩现在差3%到5%，约34到66万票，柯文哲的表态动向会是关键。市长要表态一下吗？我的表态就是不表态嘛。到高雄帮民众党选将扫街拉抬声势，柯文哲左右开弓，对于到底支持谁就是不表态。